主料，青瓜两根，辅料，香油、盐、生抽、陈醋、白糖、蒜、香菜、白芝麻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青瓜洗净去头尾，间隔着削去青瓜皮，然后用大刀扁直把青瓜拍碎。准备蒜蓉和香菜段，把蒜头和香菜与青瓜一同入大一点的盆中，加入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香油等，拌匀入味，装盘，最后撒上一点炒香的白芝麻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间隔折去一点黄瓜皮，出来更爽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